春回大地，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冬天。在过去的三月份里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将每年举行的感恩晚宴移师到去网上举行。在此非常多谢当晚很多位被邀请一起参与我们今次网上感恩及异象分享会的朋友，你们热烈的回应。如果你有认同我们恩语的异象的话，我们五月份将会公开播放一个重新剪辑的感恩及异象分享会，到时请你都将这个聚会去到分享给你所有认识的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支持我们恩语的事工。恩语之声一样都很希望去到将上帝在这个世界的作为怎样去到施行恩典的故事去到分享给大家。今天我都想将一件我在恩语里面工作的这几个月里面经历到神恩典的一件事去到跟大家分享，就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感恩及异象分享会里面。原本基于拍摄的原因，我们需要准备购买一次的、新的器材来到拍摄的，但是很奇妙地在我们未订购这些器材之前，神已经将这些所有我们需要的仪器是寄到去给我们了。原来呢，是有一位很关心恩语的影音器材公司老板，他差不多这个时候就跟我们机构联络，哇，很有感动，他想看看我们恩语有什么需要，很愿意在器材上面去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批新的器材去制作今次的网上感恩及异象分享会。今次的异象分享会其实是再一次给我们恩语经历到上帝同行的见证，令我们的同工都感到非常之鼓舞。希望今次的事都同样可以鼓励到大家，知道神是很了解我们所有的需要，他就好像一位细心的爸爸一样，及时的会赐下恩语给我们。由于我们很希望能够用更多的角度去到分享生命见证，拓展更多的新事工和制作，我们今年开始了一个叫做一滴恩语的筹募运动，目标是以480元一滴为单位，一年之内汇聚到1000滴的恩语，希望可以能够积少成多去到拓展这个天国的事业。所以无论你是支持一滴又或者是半滴的恩语，都能够可以成为到我们很大的推动力。请大家都继续在留意我们的事工发展和需要，为我们祈祷，甚至乎我们很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义工，去到帮助我们在媒体宣教工作上。愿主赐福给你。